学习的话，第一个啦，我是建议就是说，你至少要取得一个正确的版本啊。那第二个的话呢，一定要每一行每一个字都是要彻底的完全了解，而不是说你都似懂非懂的。因为如果你每一行都了解的话，其实之后只要发生一个任何的 bug，那你大概就可以猜出哪个地方是出错的。那也就是说，你就可以马上知道改哪个地方，就可以解决你发生的问题了。OK，好，有没有？啊，其实有的时候同学发生问题，我一看大概也就知道为什么。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真的是每一行都知道到底在写什么，而不是用混的。我发现有些同学直接复制贴上，然后不管程式，可能也没有完全了解，然后可能就比较容易产生就是说。出现问题你会找不出问题的点出来，OK 所以其实啊，当然我是建议，如果说你对于我们之前讲的程式，只要你有一点点不懂，没关系，你可以问，或者你可以去查，或者可以找相关的书籍来了解，把你比较不熟的部分稍微再学习一下，我想你以后再掌握这些技术的话，就比较没什么问题了。那另外的话呢，我是建议啦，你还是要多多的去练习，找一些相关的网站，你去试试看。如果那个网每一个网站呢，你通通可以把网站上面你要的资料通通抓下来的话，表示说呢，哇，你应该是真的没问题的。以后的话呢，真的可以不需要人工，也可以把大量的网络资料给取下来。然后呢，后续的话，你可以做一些针对你要的资料做统计分析。然后给他一个规则，一个公式，得到一个结果，化成图报表，帮助你做决策，甚至可以自动帮你决策也都没问题，只是说后续的延伸我是觉得还是需要花一点力气。那我发现有些同学其实还蛮认真的，就是回去的话，会很认真，像上个礼拜就有同学已经把他。我们现在下个礼拜最后一周嘛，那可能要请同学就是分享一点就是案例啦哈，那他已经寄给我了，OK，而且做得已经相当不错，我说啊那可以弄个简报，他也把简报弄出来了，所以下礼拜基本上就会至少有一位同学可以 到前面分享了，OK 这 不过我觉得就是讲过了，你们不要有太有压力啦，就是说，你可以把它当成很轻松的，然后甚至是你做一个心得分享也 OK。你上面可以有些东西，也许你暂时做不出来没关系，或甚至你可以设定一个目标吧，比如说你想要做什么，但是目前还没做出来，可是你要怎么做，也许你可以把规划啦。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事情要。做之前其实不是说只是缺程式设计人才，而是还要需要有人去做前置规划跟后续的使用这个资料的这部分。所以啊，其实你们学程式当然另外一个观念啦，你不是说你一定要自己亲力亲为，而是说你学会这些东西你有办法用所谓的这种逻辑思维可以跟对方沟通。有没有？比如说你需要，但是有些很多人我发现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程式的思维，所以他说真的，他没有办法跟他对方沟通，你会发现真的是鸡同鸭讲的还蛮多的。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们学过了，因为你至少懂嘛。我觉得你们的优势就是说，你们将来在其他的位置上面，你要找人家帮忙的话，你会比较知道怎么跟对方沟通，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在职场上面其实真的鸡同鸭讲状况还真的还蛮多的。我发现我都很想要说，我帮你们做翻译好了。他讲的意思不是那样，是什么样？因为实在是我觉得两个人真的是想法落差太大了。OK，以至于说一个事情本来很简单的，但是最后变成搞得很复杂。然后他叫他做的跟他。听到的跟他理解的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做出来专案，对方会觉得说哇，你怎么做成这样子？
怎么跟我原来想的是差距这么的大？那变成又要重新调整，那一来一往，一来一往，那其实是相当浪费时间的事情，有没有？所以其实哦，有的时候就是说你要能够理解啊，这种程式思维，OK。啊，另外当然反过来讲了，也不是说所有东西是只是看到程式而已啦，很多时候啊还是要回到人的身上啊，因为你要做这些东西，其实也是解决人的问题嘛。那有些工程师哈，脑袋里面就程式码，然后跟他讲什么，他就是没办法，可不可以？不行，没办法，不行，那我找你干嘛？所以有的时候啦，当然你要换位思考，可是问题你要怎么换位思考？哎，对，这一点其实还蛮重要的，好，千万不要只是单一方向思考，这点其实是蛮重要，只是说。这两者之间怎么样把它搭上桥梁？好，所以你们现在学的啦，如果你不见得可以写出程式来，也没关系，你至少可以扮演一个好的桥梁角色，哎，这蛮重要的。OK，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请各位就是说，再把这个部分延伸。那除了可以下载水泥个股之外，也可以试试看。啊，如果你程式底子够的同学啊，试试看。再写个回圈，有没有？把那个本来一的部分改成一个变数，然后呢，可以把一到52的所有类股的资料全部都下载在一个 page 上面。哦，啊，程式该如何写？应该，会写的不难嘛。那不会写的可能要等我写好，对哈？我已经不想写了。因为每次最后我发现都是我在写的，OK 哈，当然对我来说，我是觉得还蛮好玩的啦。因为每天我只要看到有个网页，这个网页，我就想说，这个网页就是职业病，就开始去分析，分析完之后呢，开始写，写一下，写出来其实还蛮有趣的。所以如果啦，以后如果你们有时间，我建议啦，你只要看到某一些网页，然后你就试着做做看，卡住也没关系啦。啊，卡住，你可以再把问题提出来，大家可以再讨论一下，OK 如果这个都可以办得到的话啦，以后不管你用其他工具，我们现在都是用 VBA 写啦。那以后甚至如果你用 Python 写，其实我是觉得原理原则都一样，只差别是那个语法稍微不一样，甚至一样可以套范本啊。Python 里面其实我也经常提供同学范本，你就改一下嘛，反正你照着一样画葫芦。填一个填空题，结果就出来了，OK。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可以把那个什么，刚刚的也许延伸一下，就是说把刚刚那个什么，当日行情的这边，但也许不要全部啦，我也许可以大概一二三个吧，这三个、四个、五个反正假设我要希望呢，把这边改一下，当然呢，改的方法不外乎就怎么样。你就是把刚刚这个水泥把它整个复制一下。不过这个可能还是这边把它改成全部好了，改成，OK 好。然后主要是在哪里呢？这个把它改成什么？第一次是一，第二次变成二。那一样就是你一定要这个。create 只要 create 一次就好了，你不要一直 create，它会变成说很浪费记忆体。那所以呢，如果你要跑个回圈的话，基本上可以从这一行的下面 enter 两下，打一个 for，一般是 i 啦，不过 i 已经用了，j 也用了，那 k 好了，for k 等于第一到52啦，不过52太多，我们刚刚一到三好了。哦，三个就好了，next。然后可以怎么做呢？可以让它跑，那跑的部分是这个要跑连到那个网页之后有没有？然后等一下这个也要去抓里面的网页，有没有？抓到哪里呢？抓到这个底下。可是所以呢，第二步也许就是什么？你可以把这一段程式删掉。应该都一样，删掉 C 栏的部分都固定的，所以从删掉 C 栏中间这一段呢，可以把它搬到回圈里面。
一般习惯是搬过来就按个 Tab 键，做这件事情。那再来就改这个一，把一改成 K 就可以了。好，那改的方法是什么 ？Delete 掉，双引号两个，移到中间 ，End 两个，移到中间，加一个 K 就可以了。好，意思就是说把那个刚刚的一哈变成 K， 那 K 不能直接放，因为它是一个字串，所以我们要把它串在中间，哈，用个变数啊 ，End 前后再加空白。好，这样的话去抓应该是没问题。因为它规则理论上应该都会一样，好，啊，再来的话会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第几列？我们这边是第 I 列，可是问题来了，I 的话，如果说我今天呢，假如说我第一次抓，它理论上应该是2到9这个了哈，那底下再来的话呢，如果还在放在同样位置的话，那会被盖掉，所以理论上应该这边哈。会需要把这个 i 加一这个变数改成在哪一列？好啊，改的方法的话，这个可能要想一下。我以前习惯是，k 用掉了，也许再加一个什么，加一个 klm 啊，加一个 m 好了 ，m 等于一，意思就从第一列开始。好，然后呢，让它怎么样？这边的话就加变成 m 好了，然后每跑一次的话呢，就 m 等于 m 加一，让它往下一列，有没有？这边可能不能是 m 等于，应该是把它放在回圈外面。哦，为什么要放回圈外面呢？因为如果我把它放在这边的话，有没有？它会变成怎么样？它会变成。它跑到这边来 ，m 又等于一，然后又从第一列开始，那不对了。OK 哈，所以 m， 不过 m 应该等于，等于一 ，OK 哈，好，那所以我把 m 等于一写在最上面，这样会比较保险。看起来应该程式都写完了。OK 哈，那其实当然了，你改完程式之后啦，如果你不确定的话啊，其实就 run 一下。然后再逐行逐行，我的习惯是改完之后我再把它跑一下。所以刚刚大概改了几个地方，一多增加一个什么呢？这个 for i 等于一，当然一到52了，不过52太多，一个 next， OK， 然后把中间这一段怎么样搬到这边来，然后缩排，然后并且把这边本来等于一把它改成这个，改成什么？改成 and。K 有没有 ？OK， 好，本来是一嘛，把它改成 K， 就是这个，它第一次放过来是一嘛，第二次放2，以此类推，好啊，然后往下抓抓抓，那因为呢，这个如果原来是 i 加一，对不对？是列，好 ，i 等于0嘛，等于从第一列看，那不对啊，每次，那所以啊，要是要往下的话，那就可以这样，就是说每抓一次，那。记得 m 的话等于一开始，从这边开始，好，然后一直往，这样应该就 OK 的。好，我们试一下啊。如果我的习惯还是按 F8， 就让它逐行清除吧哈。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在那个动态的去做程式调整。这个 K 等于一嘛哈，所以就说 K 进来了 ，OK， 让它等5秒钟 ，OK， 好，5秒钟，这边应该理论应该再多个0嘛，05哦。然后抓 UL 抓 LI 好，然后分别把这个资料抓下来。那 M 因为等于一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放在这个位置，也没错。那 M 等于 M， 不对啊，那加一的话呢，变成它变放在我看这应该说下一列，不对，那这个应该放哪里？但是这一行应该是放在。当这个回圈跑完之后再加一，不然的话它会一直往下，这样应该就同一列，有 OK 哈，对，这样就 OK 了，不过这就错了，没办法，再停止掉，重来一次，清除，以此类推啦，反正就是让它只要遇到问题，那我就修正，所以这个 M 等于 M。加一，记得要放在
这个第一次回圈跑完之后，哦，第一个，那这样就 OK 了。那其他如果没问题的话，就让它可以，哦，往下跑。那我的习惯是这边设个中断点，然后再来让它全部跑。等到跑到第二个，有没有这个先下载了？那 K 等于2，就换成下一个，然后让它往下跑跑看。如果关键时刻来了，如果下一个也可以跑得到我们要的位置的话，好 ，M 等于9嘛，哦，那表示我们哎位全了，哎有了 ，OK 哈，哦，哎没错，哦，这是下一个，哎所以你看，哎一直往下往下，哎加一个，哎这个位王，哦这是食品的，哎有了有没有？然后再换下一个，哦这样的话三个就应该是我看一下有没有全部完成了，哎看一下，然后再哎有了，这上面这个也有了，因为我们最后是插入一列，然后把标题写上去。然后就这个是台，哎，这个是水泥的，这个应该是食品的 ，OK 哦，然后在底下再来就塑胶的 ，OK 哦，塑胶的话台塑南亚 ，OK 有了哈，哦，好，那这样的话呢，资料呢一到三就可以抓下来啊，当然我们不要野心太大，不要一到五十二，因为一到五十二的话，第一个会跑太久，第二个的话哈，他到时候他雅虎股市的网站把我们封锁就麻烦了。OK， 好，试试看哈，哦。所以刚刚的程式呢，我也一样哈，哦，会把它再放到那个云端白板上面哦，给各位参考。主要就是多了两个变数啦，一个是 K， 一个是 M， 有没有？就大功告成了。哦，其实应该没有很复杂吧，而且有些程式哦，我基本上每一次写的方法都差不多，所以有些时候啦，说真的，一招半式哦就够了啦。你不用说把程式写得很华丽啦，写得好像很厉害，但实际上别人都看不懂，最后连自己都看不懂，那就麻烦了。OK 哈，哦，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哈，哦，这个部分哦。